做的拼腊肠二十，兄弟，来哟，来一个超级超级大的猪肘，大家数一下，看这个肘子能切好多份儿哈，兄弟们，数一下数一下，看它能切好多份儿，松拼的，微信收款20元，松拼香肠卤肉走一走。祝这个小哥哥生活越来越富有。微信收款14元。来，给你多切两片腊肠，兄弟，加点汤哈，加点迷魂汤，老样子哈，老样子，兄弟，一份儿了哈，对，一份儿了，现在是第二个，第二份儿，两份儿，来加点汤，两份儿完成了哈，家人们数一下，把二打到公屏上面，小份儿。是十肥瘦一般吗？肥的多一点。三份了，兄弟们、姐妹们，把三打到公屏上面。现在是已经第三份了。微信收款14元。好的嘞，小份肥瘦都可以吗？喜欢二妹家卤肉的朋友，可以把帮二妹点个关注哦。加不加汤？加点汤啊！14元，回重庆的来吃可以啊，叶芳随时欢迎你。来了，二妹给你多切点肉。14元，只是肥瘦相间哈。几份了，兄弟们，切了几份了？加点汤。欢迎所有进来的朋友，感谢你们对二妹的支持哦。瘦一点哈，16还是14？瘦一点了，两个一样，28。微信收款28元。好，可以哈。家人们，想不想在家里面学着卤肉的兄弟姐妹有没有？有的打个有。加汤。有没有想在家里面学着二妹这样子卤这种卤肉的朋友？肥瘦都可以哈。这是小份14米，咱们的凉菜随便加，6、7个凉菜随便加。这里是重庆哈，重庆14的哈，啊。几千个。微信收款28元。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想在家里面学着卤这种猪肘和猪脚的？有没有？有的朋友打个有。二妹看一下有多少人想在家里面学着卤，有多的朋友，二妹就可以在直播间口头分享，把方法教给你们。想要的朋友打个想要。偏瘦。偏瘦。14还是16？ 16吧。好，16偏瘦。现在哪里都开哪家呀？没有没有，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哎。不是哦，我前面多了一个字，那个不是，那个是那个是来，那个是来，哎，不一样的。帮你们两个，我说你们岛主都开了一位。粉粉群里面有卤肉的配方，随时都可以去领。如果说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多待一下下。二妹把这几个顾客蒙完了，就直接。在直播间不单只给你们讲配方，还要给你们讲收款16元，讲卤肉的流程。哎，不用付呀。来，大凡兄弟，14，所有的凉菜随便吃，米饭随便加，嘎嘎，我切，不随便加哈，嘎嘎不随便加，肉不随便加哈，肉不随便加。对，家人们，二妹的主页每一个作品视频的左下角都有定位，大家可以点击主页，细心一点，仔细一点，都能找得到二妹哈。微信收款28元，天天看二妹。谢谢我们的钟哥，谢谢钟哥，是谁哈？肥瘦兄弟。哎，可以。都可以哈，肥瘦都可以。微信收款3元，四个14还是16，兄弟，16肉多，14肉少，你自己选。好，11期的吗？哦，14的哈。哦，这是老顾客的吗？老顾客吃了几年了？老顾客，我给整点瘦肉。
580兄弟，16的哈，给你多切点肉，加汤不？要加点汤。好 ，OK。我们的配菜有六七个，咱们的配菜有六七个，而且每一个配菜都是非常的入味儿。二妹家的配菜你们想看吗，兄弟们？想看吗？想看的朋友打个想看。等一下哈，大哥给你多加点肉。你是他们六五个的哈，来我给你好打饭哈，兄弟。打饭。嗯，对，打饭打饭。嗯，先付，因为人多了我也记不住谁付了谁没付，是吧？谢谢你们的理解哈，因为如果你吃完了16元，好，吃完了来问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了。来，大哥都切得多哈，浇点汤。然后我们后面的小菜六七个随便加，这锅里面的都可以加，那边还有冰镇的银耳汤都可以加。肥瘦相间哈，你可以挑全瘦哦，不想吃肥肉的朋友可以挑全瘦，加点汤。家人们想要二妹家卤肉配方的朋友自己打菜点关注哦，如果有时间的兄弟姐妹们就在直播间，让二妹待会儿口头分享给你们，不单单只有配方，还有我们的流程，还有我们怎么样给它炒糖色都可以。你是肥瘦一般哈，来点皮子要得不？可以。我看到你太瘦了，我不敢吃肥了。来加点汤，五个是不是？切完了吗？好，纯瘦的哈，姐姐给你弄个纯瘦的哈，弟弟，我给你多弄一点肉，你们明天又来好不好？全家福就是有一个猪蹄，有半份猪肘，有半份香肠，就是不用点，什么都有。再给你加一点，这个是二妹加的猪肘16的，她要的全瘦，全瘦的，来，你喜欢吃肥的，让我给你留起来哈。好的，阿双，好的，二妹待会儿就教你哈，阿双，是几呢？瘦的。瘦的，是卤吗？是谁？烧了没有，兄弟？不宽了是吧？来加点糖。好多吗？好多吗？对，我们家的分量还可以哈。杨二妹做猪脚饭7年了，天天都是这个。全家福是不是？不要全家福，不要。这个是，那你就来猪肘拼拉，拼猪脚拼猪肘就可以，不要拉肠。好，我给你就来一个最好看的猪脚，比杨二妹都好看的猪脚。嗯，给你来不来点迷魂汤，兄弟？差不多还是。迷魂汤就是卤汁嘛。姐姐今天给你们整了一个比杨二妹的还漂亮的猪脚，家人们，这是二妹家的猪脚拼卤肉，你们觉得分量可以吗？可以的，打个可以哈，哥哥们，可以的，把可以飘到公屏上面。还水。嗯，两个。那个先过去一点点。对，谢谢哈，两个六十。你们都喜欢吃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呀，兄弟？喜欢吃趴一点还是硬一点？啊，趴一点就这种直接就散掉的这种。微信收款60元。我可以切两片腊肠给你试一下。不要啊，因为腊肠是我们家自己腌的，我要让你尝一下，好吃的话下次直接点全家福。来，好，谢谢，来加点糖，谢谢帅哥，祝你长得帅，长得白，一年四季发大财。不客气，不客气。嗯，这个是16还是14？好，肥瘦一样一半，14哈。两个都一样吗？嗯，加不加汤？加哈。微信收款28元。家人们，给二妹把赞赞往上走一走，好不好？我们重庆这边吃碗素的都10块，对头，二妹也在重庆哦，家人们，二妹也在重庆，主播在江北哈，哥哥们在江北，二妹的每一个作品视频左下角都有定位哈，哥哥们点进去耐心仔细的看一看就能找到二妹，谢谢我们的52年给二妹送的粉丝灯牌，感谢你，好多呢，飞手，熟点哈，微信收款14元，
瘦点儿。哎呦，兄弟，我都觉得你是老顾客了，看起很严肃，是吃过好多回了哈。谢谢照顾啊，兄弟。来，不够吃我再给你多加点肉嘛。够不够？不够再加点肉。好多的，兄弟。小份儿，肥瘦相间吗？好。肥瘦相间。加不加汤？加一点点哈，我们的小菜自助随便加。感谢我们的魔鬼给人们送的灯牌，谢谢你们。过来太远了，冒险王你来了吗？你来了，二姐请你吃个全家福好不好？如果你来了，二姐请你吃个全家福。你市政府哪一个市政府？二十二中。辣椒没得了吗？回姐。回姐，哦，把辣椒端过去，没得青椒酱了，青色的辣椒，好多的。支付宝到账，猪脚4元。嗯，美女，你喜欢？哦，猪脚是22，对。那你就吃猪脚嘛，招牌。你想吃硬一点还是趴一点？趴一点，我给你找一个最趴的哈。那我给你这样吧，美女，我给你整个松片多切一点点嘛，好不好？好好可以，哎，啊，好多的，16还是14？16的，肥瘦相间吗？对，我给你多切点肉哈，给你多整一点点，加汤，大哥。哎呦，等一下，付款了吗？哦，你来了。我来。那我给你整个骨头哈。哎。两块。哎呦，这个可不能出现在这里哈，这个出现在这里。没关系，他啊都可以。我今天给你整那个啃骨头的弟弟来了没有？啊？他不跟我们。我现在没在一起了吗？哪呢？这里。家人们，想要的兄弟姐妹们，帮二妹把站站往上走一走。杨二妹把这里的顾客给他弄好了，有时间了马上就分享给大家卤猪蹄的方法和顺序哈。想要的兄弟姐妹们，帮二妹。点关注，进群里面，两个小份打包，姐姐，二妹家的群里面有文字版的配方。如果说着急的没有时间在直播间多待的朋友，可以帮二妹点关注，进群里面去领取文字版的配方。我给你弄骨头，我给你多弄点肉在上面。好久没看到。支付宝到账30元。肥瘦相间还是瘦的？好。想要二妹家，现在就想要二妹家配方的朋友点关注哦。好，可以了哈，这一份太翁死了。要得，兄弟，稍等一下，我给他打两个包哈，姐姐。稍等一下哈，姐姐打两个包。有，你想要随时都有，兄弟。我给你多留点肉在上面都可以。杨二姐家的猪脚的骨头全部都给你们，多留点肉在上面都可以。来，这个是打包的，你是要16的还是14的？他不是付了80的吗？哦，付了80，就是刚刚带骨头那个吗？哦，那这个肉都全部给你了哈，兄弟。给你多留点肉，多留点肉，全是。哦，我还不知道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来，肉也给你切得多哈，帅哥。祝你长得帅，长得美，吃啥子都不会长胖的那种啊！嗯，全部都是一起的哈，肥瘦相间吗？想要二妹家文字版配方，兄弟姐妹们可以点关注哦。因为二妹现在没有时间在直播间给大家讲配方，如果心急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可以进群里面，马上就能有14吗？肥瘦相间哈。微信收款16元。加不加汤，帅哥？加一点点迷魂汤哈。来，迷魂汤加一加。大份儿肥瘦相间吗？好，家人们，这一个猪肘切了好多份儿啊！你们数了吗，乖乖们？数了吗？
这里不是来福哈，这里是富盛猪脚饭的总店，杨二妹自己的店，跟来福不是一家哈，乖乖们，不是一家，这里是杨二妹自己开的。杨二妹做猪脚饭已经七年了，感谢你们对二妹的支持哦。好多年，兄弟。微信收款24，肥瘦相间吗？肥瘦相间哈。加汤，加点汤汤饭会更香。学会生活，这边不是他的分店哦，这边是富盛猪脚饭的总店哈。感谢你来到二妹的直播间，谢谢你喜欢二妹，陪伴二妹。小彩子煮了，大哥。家人们，想在家里面学着卤这种卤肉的朋友，把想要扣到公屏上面。如果说着急出门的兄弟姐妹点关注，群里面有文字版的配方。好多年，大哥。飞店，肥瘦相间嘛，好不好？来加点迷魂汤，加了二妹家的迷魂汤，卤肉饭会吃起来会更香。谢谢你们喜欢二妹，感谢大家给二妹送了灯牌，感谢你们。想要的兄弟姐妹点关注，进群里面。如果群里面刷屏了没有配方，二妹下播马上就发给大家。有时间的兄弟姐妹在直播间多停留一哈哈，等二妹忙完了就口头分享给大家。好的呢，兄弟，都可以，都可以啊，是卤的嘛哈，多切点肉，多切点嘎嘎，吃了才有力气打螺丝。哎，要得，微信收款14元。家人们，这是二妹家的一个猪肘16米，包含6个小菜，还有银耳汤，冰的热的都有哈，还有我们的火锅白菜，随便加随便吃。来，这个熟的哈，微信收款16元。刷到二妹的朋友，帮二妹把赞赞走一走，好不好？小份儿，瘦的，加点汤，我都给你切得多，老顾客的嘛。可以哈，对，咱们都是，我是四川人嘛，对头对头。杨二妹来自四川，大凉山是苗族少数民族。谢谢大家喜欢二妹，感谢大家陪伴二妹。喜欢二妹的朋友，帮二妹点个关注。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感谢，二妹会在二妹家的粉丝群里面给大家发一个卤这种猪蹄子的配方。想要的兄弟姐妹点关注哦，给二妹点个关注，就能领到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卤肉配方。想要的兄弟姐妹们。点关注，亮灯牌，大凡大哥，先当米饭。看吧，二妹家的每一个卤肉都非常的漂亮哈，近距离的看一下，漂亮，好吃又好看，价格不贵，经济实惠。两瓶吗？哦，8块，兄弟，下次来，明天来我家吃好不好？来个猪脚。来，先打饭，先打饭。今天我都叫你，你都没停，明天你一定要来哦。我可以给你切全瘦，弟弟。明天来给你整个全瘦好不好？好不好？你说好不好？那你明天要来哦。好多呢，14还是16？8元，16哈，要得。猪脚有，猪脚有。家人们点关注哦，亮灯牌。二妹在群里面给大家发文字版的配方，想要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们点关注，关注二妹到群里面去领。来。微信收款16元。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给他整个猪脚。吃了二妹家的猪脚脚，媳妇儿跑不脱。吃了杨二妹家的，来来兄弟来，给你整一个大的。啊，切一份香肠吧，我们切一份。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看一下毛毛削干净了没有，因为这个。切一份香肠，我两个。好好好，那你拿个盒子过来，我切到盘里面。啊，你单独拿个盘子也可以，单独拿个盘子也可以。你要肥一点哈。哎，我要肥一点。好 ，OK OK， 等一下下，我看38到20，一共58。来，你的是肥一点，然后单独加个腊肠哈。好，嗯，16的两个32，32。58是不是？对，你的是你的是58，我把这一整根全部切给你。切过它，不切多少，不切多少，多点就行了。哎，必须切多一点嘛。不要多了，不要多了，吃不完。要58是啊，我为了感谢你照顾，我要多切点。不，还多吃吧，还不切。好，那够了哈，不切完了哈。好，那你下次不够吃的时候，我再给你加，好不好？欢迎你下次又来，来好16的哈。
家人们想要二妹家这种卤肉配方的兄弟姐妹点关注，点关注亮灯牌，二妹可以单独可以发到群里面，你们可以吃了二妹家的猪脚脚，媳妇儿跑不脱，女人吃了二妹家的猪脚脚，老公也是跑不脱。来加点汤，加点汤，加点迷魂汤，加了汤汤饭会更香。肥点嘛，瘦点，弟弟，半肥半瘦哈，肥瘦各半。祝小哥哥实力不断哈，祝他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富有。来 ，OK， 家人们，二妹祝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脸上不长青春痘，腰上不长五花肉，大吃大喝自然瘦。十四肥瘦相间哈，冬天青，夏天白，一年四季发大财。喜欢二妹，关注二妹。微信收款支付宝地点十四元。十四哈，十四肥瘦相间，好不好？家人们，二妹家的群里面有文字版的配方哦。想要在家经常在家里面做饭的朋友，千万别到市场去弄那些卤肉来吃，自己卤，干净又好吃，价格又实惠，十四吗？十六，十四，肥瘦相间，好不好？要得。我们的十四米，兄弟们，给你们看一下哈。这是二妹家的小份十四米，然后我们的六个小菜，还有米饭随便加。喜欢二妹家卤肉的朋友点关注哦，点关注哦。大哥好多呢，十四肥瘦相间，好不好？对，喜欢啃骨头的跟我说哈，我给你们多留点肉。兄弟们喜欢啃骨头的告诉我，我给大家多留点肉在骨头上。十四的哈，十四的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他是多少的呀，兄弟？你是多少？我来十四，两个都是十四，那就来加点汤。等一下，好，你的好多。三个，十四的。三个十四，四十二。来这个要不要啃？四十二点。那你要不要？微信收款那么多肉，你看比一个小份肉还多。好，让你吃了长得帅，皮肤好，然后多找一个女朋友。祝你啃了二妹家的骨头，长得帅，长得亮，然后吃啥子都长不胖。这一下子学过来你。嗯，这一下子学过来你都看见我了。啊，对。少一点呀、啊！哎呀，那个又不算在这里面，这个该切多少切多少哈，不会说给了一个骨头就把肉少切一点，不会的，多加一点。谢谢。不客气，来，好多的。肥肉少一点。肥肉可以全瘦啊。可以全瘦。嗯，可以的，到二妹家吃猪脚饭可以选猪脚，可以选猪肘，也可以选全瘦，来加点汤。多找一个妈来干啥子嘛啊？肥瘦相间哈，多找一个妈来养他嘛，肯定多找个女朋友嘛。家人们，想在二妹间，想在二妹直播间，好多的十四吗？十四哈，想在二妹直播间。听到二妹亲口告诉你们卤肉的流程和方法的朋友，可以多停留一下，帮二妹把赞赞走一走。杨二妹忙完了，一会儿会儿就忙完了，就可以在直播间亲口告诉你们卤肉的流程、卤肉的方法，好不好？好的朋友，磕个好，好不好？兄弟姐妹们，你们要让主播知道你们的想法呀。看一下咱们家粉丝，有好多人想要二妹家配方的朋友。好的朋友打个好哈，微信收款20元。松拼的还可以吧，兄弟，看起来都好哈，好多的兄弟，好多的
哎，那个肘子饭是14、16、16就是肉多一点，然后上面的就是你单独点加的套餐。16，你要肥一点还是瘦一点？一般吧。一般一般哈，嗯，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对，嗯。想要二妹在直播间口头分享教你们嗯不光配方还有流程的兄弟姐妹扣好哈，扣好。舒淇，嗯，二妹在切肉，欢迎舒淇，感谢你来到二妹的直播间来。嗯，因为二妹看公屏的时间比较短，因为她切到手2个16的好不好，因为二妹要切肉呀，兄弟姐妹们。32元。一般一般，世界第三。我们有6、7个青菜哈，有6、7个青菜，十几的，14，肥瘦相间吗？多的不碎哦，就几刀就可以了，多的不碎。那为什么像炸酱面要碎一点？为什么肉夹馍要碎一点？因为它口感好啊，它拌在饭里面，口口都有肉，口口都有卤味，口口都香。16，家人们，想要二妹口头分享配方给大家的朋友，帮二妹把赞往上走一走，好不好？16，肥瘦相间吗？二妹家的卤肉，嗯，小份14米，大份16米，然后包含6、7个小菜，随便加。微信收款16元。16哈。微信收款16元，半肥半瘦16。来加汤，好，14的，肥一点还是瘦一点，兄弟？一半一半哈，好，14，一半一半。家人们，帮二妹把赞往上走一走，好不好？感谢你们哟！网络粉丝千千万，二妹家的粉丝最好看，最好看，14的哈，好。人之初性本善，杨二妹家的粉丝咋看咋好看，谢谢你们来到二妹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对杨二妹的陪伴哟。鸭腿鸭腿，天气热不热了哈，兄弟，我给切点牛嘛，14元，切块肥点要的不？32元。好，二姐，请叫我二姐。来这儿有个骨头，来来来，这儿有个骨头，加点汤，等一下。这是我们的，这是二妹家吃了好几年的老顾客了，二妹给他增加点福利。好多年，兄弟，他也是丫头吗？弟弟，14，肥瘦相间，好不好？家人们，觉得二妹可以的，为人不错的，卤肉也做得可以的朋友，点个关注好不好？只有男人喜欢吃肉，没有哦，咱们女人也喜欢吃肉哦。咱们家的猪脚满满的胶原蛋白，越吃越好看，越吃越漂亮，越吃越美丽。微信收款14元。给你切得多，兄弟，14的肉切得多，欢迎你下次又来哈，欢迎你的。